Hello， 大家好，我是首尔张哥。那咱们今天呢，主要就是研究一下这个，因为这个是智源刚出的这个 Smooth Q2 的这个手机稳定器，听说效果很好的。然后我拿到了以后呢，也稍微试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其实如果作为一个新人样小，把这个东西用好的话，其实还是没那么容易。所以呢，这一次呢，我就想简单的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去调频，怎么去操作，在什么情况下去使用，能实现什么样的效果，咱们进行一个稍微详细的一个操作说明，希望呢这个东西呢能帮助到大家。这个稳定器它刚拿到的时候呢，它其实很简单，它有一个它的整体机身，然后给了你一个手机夹，然后还有一个小包，这是它的一个基本套装啊。它这个手机夹呢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你看它一开始收起来很小的，特别小，对不对？然后你可以把它拉开，拉开呢它是有，它是上下都可以的，你要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它是有它独到之处的，咱们待会再讲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可以上下调动这样的一个点啊。这边呢它有一个说明是手机摄像头方向，对吧？那咱们的手机摄像头方向这个呢就是卡到这一块，然后很容易就把它卡上去了啊。这个稳定器它的承重范围呢大概到75到260克之间，那我这个手机呢加起来差不多到240克左右，所以还是在它的范围之内的。官方介绍呢很简单，就是你拿到了以后往上一套啊，直接就可以拍，这种感觉一样。但是我自己试了以后其实不是那样的，你知道吗？如果你调频调得不够好的话，它其实是你可以拿起来拍摄，但是呢一个是耗电量特别快，其次呢就是某些角度你是没法实现的，你只能进行一些最简单的一个拍摄。所以第一步调频很重要。在这一块它有一个小卡扣，看没有，很简单，就是卡上，咔哧，这个时候把这一块锁紧 OK 了。放上去以后，这时候咱们需要去进行调频，因为手机放上去你看它其实是不平的啊。这里边讲到一个点啊，就是调频中呢它其实它是三个电机，对吧？咱们这一块有一个两个三个电机，这个呢属于叫俯仰轴，就说它可以控制你俯仰。这个呢叫横滚轴，它是控制你可以这样的一个横滚，你知道吧，可以让你这样滚动的这样的一个轴向。还有另一个呢，这下面这个叫航向轴，航向轴就是当你这么拍摄的时候，它是可以让你控制这个拍摄方向，然后可以在这个 Z 轴上进行这样一个旋转的。那首先第一步呢，咱们可能就是这个叫横滚轴这一块咱们先要把它调平了，就是至少得把它调成这样啊。好，大概差不多。然后这里边有一个点啊，因为你有时候调完了以后会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它是这样的，你这样的话其实是不行的，对吧？我一开始刚拿到的时候我说你这样前后移动它来调没有问题，我可以接受，但是你怎么能让机子这样去平呢，我怎么都实现不了。后面才发现它的一个小诀窍在哪，在这一块它这个东西，它这个设计呢是可以让你进行，其实是可以相机在这里边进行移动的，你知道吧？你看它可以让你这个手机是可以上下移动的，看没有。这个呢是很多刚拿到这个稳定器没法调频犯的一个错误，因为这个真的藏得挺深的。先移动手机，把它这个轴调频，然后咱们再移动一下这个，你看很容易就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状态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长按一下这个电源键就可以开机啊，长按。哦，好，这个就是最终咱们调频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拿着这个设备去拍任何你想要拍摄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了。那接下来呢咱们简单介绍一下它这里边这些按钮它到底有哪些功能，
可以实现哪些效果。首先这里边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功能很简单，它就一个电源键，一个录制键，然后一个上下左右可以移动的一个摇杆，还有这个就是四个小灯，它可以显示现在这个拍摄模式是什么，很简单的一个界面，特别简单，连一个液晶屏都没有了啊。咱们先从这个电源键讲起啊，这电源键呢，当你长按3秒钟以上呢就开机，然后再长按3秒钟以上它就关机，很简单。当你单按一下的时候，你看它是显示电量，当按电，你看再咱们再来一下，按一下电量的时候，你看它这个指示灯在闪烁。当我们把这个镜头调成这样了，双按两下，双击两下，当当，它就回到正中状态。这很实用的哦，比方说现在不平了，我要回中怎么办？双击两下，就是回中，就是它重置。那我们三击三下呢？一二三，哦，自拍模式，也很实用的一个功能哈。再三击，一二三，回去。一个小小的电源键，它就有三个功能：单击呢显示电量，双击呢它进行回中，三击呢它就是一个自拍模式。那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录制键，录制键很简单，当你一开始的时候，开启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搜索模式，然后你把这个东西蓝牙直接连接上，这个就可以通过它来控制它这个原生相机的拍摄了。这个比较好的一点是因为它通过蓝牙连接了以后呢，它可以直接控制这个原生相机，这一点真的是太棒了。因为苹果手机它的这个原生相机的那个功能，它的那个宽容度还有它的稳定性都非常的棒，我想要使用它的原生相机，在很多时候它是优于很多那种拍照 APP 的，所以我希望能使用它这个原生相机。这个呢，单机的话拍照就很简单，然后在视频模式，单机呢就是录像啊，就是很简单。咱们现在打开了这个智云的 APP 啊，它拍照、录像、慢动作、延时摄影啊，基本都有啊，基本都在啊。啊，移动延时摄影，哇塞，其实它功能还是很多的，你发现没有？单机呢，你看它是录制，对不对？有这样的一个录制模式啊，然后按一下停止。双击是什么？双击，看没有，切换过来了，可以看到我 ，Hello。再双击，切换回去。这个呢，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三击是什么？三击，在穿光角的时候，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太尴尬了，因为这个出现了，你知道吧，一直出现在画面内，所以当这个你去拍摄的时候，你其实是拍摄不了的，你只有在这个一倍模式广角图的模式下你可以把它避免掉，你怎么拍它其实都不穿，但是一旦你切成广角它就出来了。智云官方呢，为了解决这个诟病呢，它设置了一个模式，就是可以让你这样拍摄，当你这样拍摄的时候，其实画面内这个元素就没有了，但是我的姿势也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姿势了，你是这样去拍摄然后就没有了，这是比较尴尬的一个点啊。那怎么去保持呢？他就在这地方安排了这个三键，当你一二三的时候它会自动倾斜，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去进行拍摄了。它其实是把这个相机稍微倾斜了一下，来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啊，没有对策的下策吧。你这样的这种拍摄会很尴尬的，其实会很不舒服，你知道吧？就很多这种动作，很多这种运动你就做不来了。但至少呢，它还是让你可以用它来拍了。三键，然后回来，就这么尴尬啊！这个咱们讲完了。咱们现在讲一下这个拨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它呢，首先你可以上下左右去调整它的镜头的这样的一个俯仰角度，对吧？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呢，它左右都可以移动，
同时呢，它可以按单击，单击呢，它就会切换到下一个模式，再单击，切换下一个模式，双击，返回上一个模式，很简单，对不对？这款稳定器呢，它其实是有五个功能可以让你去实现的，就是目前稳定器能实现的，它都可以实现。第一个呢，就是 PF 模式 ，PF 就是跟随模式嘛，左右跟随，当你左右旋转的时候，它是跟着你的，但是它的上下是不动的，你可以去控制它的俯仰。第二种模式呢，咱们单击一下，是全锁定模式。全锁定的话，就是你看，所有的都它就不跟随了，所有的都是锁定的。你可以向左向右旋转，你可以上下调整，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一个好处是，你可以手动调整，你可以自己把它摸到一个你适合的角度，它是可以去记住这个角度的啊。第三个模式叫跟随模式，它的左右上下都是跟随的啊，全跟随啊。所以这个呢，其实是我比较常用的一个模式，因为它可以很缓的绕着物体旋转，对吧？很好。咱们下一个模式呢，是这个 POV 模式，再点一下。POV 呢，就是所以叫第一人称视角，就是它不仅拥有了这个全跟随模式的所有的特性呢，同时它还可以倾斜角度，你知道吗？就可以斜着来，就可以斜着来了，哦，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对不对？好，这是显示的是四个，它还有隐藏的一个功能，就是三维梦境功能，这个就是可以让它这样旋转的这样的一个嘛，就这样的一个功能。哇，咱们录制一个哈，就是可以旋转来的这样的一个。哎呀，慢，不是很喜欢啊，不是很喜欢。这个很尴尬，这个哦，这是我没用好的这个啊。因为你当不在轴心上的话，其实它这种旋转其实没有意义啊。嗯，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它拥有五种模式，然后通过单击就可以在这个模式之间循环切换，双击的话它就返回，单击的话就下一个，五个模式很简单啊。这款呢边上还有一个 USB-C 接口，这个接口呢可以在你边拍摄的时候边给它进行充电，这个呢其实可以提升它的这样的一个续航能力。同时还有什么功能呢？就是当你买了它一根这种官方的配件这根线了以后呢，是可以让这个稳定器给这个手机进行充电的。它有一个快速切换模式，你知道吧？就是当你要拍的时候，或者有来电话你需要进行操作的时候，它可以一掰，这个就处于待机状态了，这个时候你的手机就可以拿下来，因为有个快拆嘛，就可以拿下来啊，进行接电话也好啊，处理一些事情啊也好，不影响，因为它处于待机状态。手机用完了以后，然后很快速的一卡，然后把这一简单一锁定，这个时候再一掰，哦，就可以又处于工作状态。这个小设计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人性化的，它可以节约你很多时间，让你可以很快的进入拍摄，很方便。它这个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呢，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竖拍。因为当你传微博呀，然后 Insta 呀，很多这种现在的这种 APP，抖音啊这些，它其实更多时候需要你去竖排，那怎么办呢？它这个很容易实现，就是当你手一横，自动帮你切成竖排模式，拍个视频。Hello， 我现在正在录制节目，然后给大家讲讲这个新的稳定器现在是怎么用的啊、哦，这个姿势就比较尴尬哦。那通过以上的这个简单的这个参数分析呢，你就发现，哎，其实这个
确实它可以实现很多那种你想要的这些效果，而且有时候用起来还很方便。但是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一个新手用呢？或者是你现在到底需不需要这样一个东西？它能帮你实现什么样的效果？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下期要进行测试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今天这个分享呢，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记得关注点赞。我是首尔真哥，那咱们下期见，拜拜。